一个身影过去了，但我没看到是谁。哇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我第一次见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啊，这什么？小小羊，那个金钱管，那个那个长颈鹿。我不懂啊，这是要干嘛？不是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那个平时，他那个不开牢笼的话，他得有那个0.5的伤害。他开牢笼，那个牢笼可以封成一个圈。他这个技能就是在那个圈里面碰到的那些墙都会那种，会让你，会让你直接飞到另一边墙那里。然后他平常伤害是0.5，然后在圈里的伤害是正常。救我！救我！哦，小心他放枪，他放枪，小心！不要，这什么东西？不要！你怎么下去了？他来追我了，没事的，快走！我想帮你扛一刀的，结果你电了他一下，我没想到。我有猴，我肯定会先电他呀。吓人呢、啊！这个今晚长得一副不敢靠近的样子。原皮还好吧？这金皮也还是个人。这是金皮？对。都没有见过这么丑的金皮。在哪里？我第五那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的，小心遇到伤害。帮你保一下。他放牢笼，让我看看他等。他有大的位移吗？没有。那就行，那我就可以跟着 OB 了。不许放，快回来！哎呀，太快了！好，我们飞身走。他把我关起来了！哎、啊，被销毁。上哪儿去了？上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妈呀，这好可怕呀！这监管，那我以后怎么 OB 啊？他这个圈还有一个效果，就是他也是怒，他长怒气值，他怒气值越多，他放出来的圈越大，那个圈你可以推掉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记得他有一个二阶技能是可以往向后退。鬼啊！他二阶技能可以向后飞退，这样的话他。开启那个牢笼以后，就直接向后退的话，直接可以传到你。然后你看，就是向后退啊。我就跟他走来走去呢，他也抓不到我，我也抓不到他。好啊。是不是管遗产去了？没管遗产，你来抓我呀，我可不怕你。我小心，哦，进房区，对，进房区，进房区更好绕。他这个有倒计时吗？龙石猴头有。对，你过来呀！转移了，哎呀，慢，没转移。哎呦，你过来呀！这回的红色不回头，我出刀了。哎，他在这里发呆，我他过来了。你过来呀！不管他。妈呀！我的个老天爷！我的乖乖！我的妈呀！他在追。他带一刀斩没有啊？带了。哦。他这个眼睛红红的，到底是不是特效？没带。他那金皮眼睛红红的，我也看不清。保平吧。第一次碰到这个监管的。